弟兄，我知道不光是女生想减肥，男生还是照样也是想减肥的哈。但是我想今天呢，我们来享受美食的时候呢，不要总是想着减肥，吃完了这一顿再说，每天都是这样的哈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在做这个分灵的活动之前呢，我们虽然我们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出来的，所以呢我们在每时每刻呢，我们都是来感谢我们的主，我们来这个怀着一种感恩的心呢，我们要来听听这个神给我们带来的信息。所以呢我们想现在呢，哦，我的这个姐妹最好的姐妹先给我来用水，让我先少讲一点话哈。多讲一点不行了，大家都想要分灵活动了，所以在我在这多讲呢，想要听我讲话的话呢，到我家去，我跟你多讲啊。那现在呢我在想呢，我们是不是我们还要不要等他们，哎，总指挥可以了，还有个群地指挥来，是不是要等他们一两分钟还怎么样？不等了吧？不等了啊。那你来讲一两句话，这个扩音器你再小声音都可以扩大了。我们先给他一个掌声来，总指挥。谢谢大家，我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也很高兴，不过看到这么多人来也很开心，真的蛮开心的，所以也希望大家都玩得好。我们请陈牧师来跟我们讲讲，我们最想听的还是陈牧师讲的好不好？好。